大家好，我是富。今天就过年了啊，祝大家春节愉快，来年发大财。大家看啊，今年这个鸡价严重缺货哈，直到今年的最后一天，今天过年了才把这个狗食给我送过来，彻彻底底算给狗备了一下年货啊。然后这个鸡架缺货好久好久了，今年过年我连抢，在这车上直接抢下来的哈，就给了这两件，当真是过年才能吃得上了哈。而且呢，现在鸡架也不便宜啊。看这些狗呢，也都是状态很好啊。既然鸡架来了哈，咱们今天就挨个的，今天就吃鸡架吧，全都过年了。反正这货还是太少了哈，这边还是头波，实在是拿不到鸡架啊。看，都吃上了啊，都吃上了啊，还得一个，还得一个，吃饭。来吧，慢慢进去。过年了，给翠花换了一个张新床啊，这张床不知道能不能撑过大年初三啊，在翠花手嘴嘴下哈、啊，能坚持十天八天的床就特别少见了。疯了啊，好久没有吃鸡架了。哎呀，这速度啊！再来一个。就这家伙吃的最带劲啊！搞定了，再来一个，这个好像还没化开。这吃一吃鸡架现在真的是只能跟过年似的哈，它就是过年才吃得上。前段时间是缺货，死活都不给，没有，
一次可能弄个十点八点的，都被他那些附近的给拉走了。咱这儿因为他是给送的，可能就没有。这次好不容易在车上有，弄了两袋啊，看见两袋，我生拉硬拽哈，把人都给拽院来了。当时院子里有狗啊，那个数据吓得死活不敢进来了，不然的话这两袋鸡架咱也拿不到，头疼了啊。要不是他怕咱家这些狗啊，那进来也得抢走啊，这玩意儿太抢走了。可能别的在别的地方卖，可能价格比较高一点吧，咱家这边比较便宜一点，所以说他不太想给啊。然后新鲜鸡架也下不到，现在市场上也买不着，不知道这个鸡架咋又这么缺货。搞吧，搞定。小的玩意儿有点危险啊，你看现在特别不冷静啊，怕不怕他过来给我一口？我真怕他过来给我一口。这啥意思？没有了啊？你是直接吞了吗？他是直接吞了还是咋地了？修罗也搞定了，杀了，搞定。这个闪电还在吃啊，闪电还在吃啊。芭比也在吃啊。卡利的搞定，旋风还在吃。这家伙吃不动啊，可能他这一块冰比较大。吃完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今天视频到这儿啊，再次祝大家春节快乐啊，来年发大财，谢谢大家，拜拜拜拜。